星天使。Hello， 大家晚安。晚安，大家。哈罗，哈罗，大家。阿奴真的好久不见了耶，但是也有那种是很精瘦的，他也觉得那个健身嘛，他是冲浪，然后阿奴，谢谢小光的水晶蟹草。阿奴，大家好久不见你。谢小光的小号角跟智怀的荧光棒，阿姨，今天是火鸡汤阿姨。渐渐心为什么的嗨，大家晚安。今天浓妆真的假的？我今天比起之前多了一颗痣，今天是口红加两颗痣这样子，在这里，滤镜吧，滤镜，都是滤镜，一切都是浪 life 滤镜，谢谢小光的缘分相遇。哎，我最近爱上了甜痣，而且我发现其实我这一版就有痣哎，但是很浅。我要跟大家讲，我今天去公司，然后发现我的肤色已经跟法法一模一样了，没有，然后高圆姐已经比我白了，高圆姐比我白了。但真的是在，我觉得是那个拍边 K MV 那一天，边 K MV 那天太晒了，然后那天忘记擦防晒，然后那时候站在那里，我就想说完了完了完了，我那天忘记擦了防晒，然后想哦完了，上海真的没有晒，上海很凉哎，上海。就是在下雨，没有什么太阳，很舒服。谢谢阳光里的红玫瑰，真的是泰国晒的，泰国太晒了，太恐怖了。谢谢智怀的荧光棒。脸还好哎，手很黑。对啊。你说我们一起去那时候，嗯，没事，我们都是健康的肤色，好吗？我们都很健康。谢老夏的荧光棒，怕 MV 用掉两个冬天没办法，真的。但那个 MV 把我那个滤镜很棒，我觉得那滤镜超棒的，把我调得很白。谢谢那个滤镜，那个滤镜很棒，很喜欢。我眉毛是不是变少了？我觉得是迪士尼真的会，就是很突然想要看很多迪士尼之前的东西，就很想重看很多东西，然后就会记得哇，当时我真的很喜欢看。谢谢小王红玫瑰。谢谢 cosplay 的缘分相遇。今天呢，公布了一起上演唱会的资讯。大家不觉得主色觉得真的很好看吗？我真的超喜欢，我真的超喜欢这个概念跟主视觉，就是休止符的概念。我真的喜欢休止符的概念哎，就是休止符虽然是暂停。但是它不是结束，不觉得很
很棒吗？就很适合我们，很厉害耶。那算是不是？而且我一开始没有，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没有意会到，也是后来才发现，我现在是一起生的人数，慢慢的在减少，一起生慢慢在减少的人数。我一开始想说，我还想说、嗯、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是一起生的人数，很棒，也真的很喜欢休止符的这个概念。然后就是整个主视觉也很好看。谢谢小公的告白气球，谢谢。唯一的小遗憾就是没有在，就是原本希望可能可以在更大一点的场地，但是呢，后来就是在三创，但是呢，就是既然场地已经定了，我们还是会在就是有限的地方做最好的事情。嗯，有点小小的可惜。所以大家抢票加油，大家抢票加油！但是呢，有线上，然后也有那个，还有什么剧场转播席，有转播席。主要是那个档期的其他场地都满了，然后我们决定的比较慢一点点。嗯。哒啦啊啦。后面暂停可以开圈吗？有说吗？我不知道哎、欸，会开圈吗？对，公演无缘闹兔的端午节会员票，跟米索小号角，跟 CKMK 的星形银河，跟米索小号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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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对 ，CKMK 的星形银河，星形银河，你们每个人开选，那你还问？还问？噔噔，谢谢 Union 某常客的应援棒。嗯。吹啊啦！规格可以到 VR 了吗？我们就是，但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看看，因为我觉得歌单还蛮厉害的，歌单很值得大家来现场一看。下一步看以后，对大家真是把握最后一次，会有一些两天会不一样吗？来就知道啦，来就知道啦。应该没有，为什么我觉得 Festival 不值得看？ Festival 不值得吗？它是我们的二单欸，二单不值得看吗？二单不值得看吗？印度的 unknown， 来。回答大家问题，首先是有蛮多人问的，就是一起生演唱会资讯公布了，然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会在舞台的哪一边比较多呢？这问题呢就是恕我现在还不回答你们，因为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还没有练很多歌这样，对，所以就是说呢，我也不知道在哪一边，嗯，大概七月才开始非常紧密的练习。没有错，等七月中再回答你们好不好？但你们应该已经买票吧？那时候什么时候开始买啊？对的，就是说我也还不知道。谢谢刘倩谷的红玫瑰，下个月还没练，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演唱会都是一个月开始练的，不然会忘记大家，不然我们的脑容量就会严重的不足，像是。全场演唱会大概是两个礼拜前才开始练，我说那个 special performance 大概两个礼拜前开始练。谢谢小高的红玫瑰，嗯，这礼拜五，那就是我没有办法回答大家的问题，买中间，这场地买票对啊，这大家要眼明手快，手牵手不一样好不好？
手牵手怎么可以比啊？手牵手还要背歌词哎、欸，嗯，讲的好像这一场不用背歌词，手牵手是每一首都要背歌词。其他六可以放在什么程度？这可能也要我练完，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练起来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是会是一场很感动的演唱会。其实就算歌曲可能都是大家听过的歌，但是呢，情怀吧，情怀的部分。哒哒哒哒哒 ，Circle Jam We Are 还是二周年？二周年？二周年很。二周年是好，大家觉得二周年是好的吗？我很好奇，二周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二周年是好的吗？二周年有点，对，惩罚感，没错，我正要讲，我说二周年有点惩罚感，二周年是有点惩罚感的。In the unknown，二周年啊，我已经快没有二周年的记忆了。我觉得主要是那个没有荧幕，没有后面的荧幕差很多。我觉得后面的那个 LED 荧幕很有差。二周年算是 TV 演唱会，那可以说这个一定比二周年好，一定是比二周年好的，大家这个是可以保证的。你在二周年听到今年的单曲，哎、欸，真的哎、欸。还是真还真的哎，怎么会这样子、啊？谢谢 Gek 的小闹钟，真的耶！二周年在哪？我忘记了耶，在哪？我就忘记那个场地了。嘿呀那那呀那哈，对，会比二周年好的大家。哦 ，Y 时期，二周年在 Y 时期，已经忘了，已经忘记二周年的记忆，我只记得我爸跟我姐有来，公关喜。这样子，公关系，嗯 ，Y 十七三楼，二少年看到我 C 的勇往直前，是的呢，对耶，二少年就是表演了很多，我觉得很像惩罚的其中一个关系，也是因为表演了很多唱日文的歌吧，就是日文的歌曲，嗯，就是双面刃。那那那嘿呀那那咿呀呜那，坐怀哦坐怀怀，这怎么还记得啊？我都已经不知道坐哪里了。那咿呀呜那哈，今年还会有圣诞节跟生日会吗？如果有的话，就是我自己用的。如果有的话，就是我自己。生日我觉得生日会有点难欸，生日会很难欸，自己办活动感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线上吧，线上生日会怎么样？线上生日会感觉很简单。嗯，甘姐今天才跟我讲这件事情。甘姐今天才在跟我说，哦，所以你是买的？哦，真假的？二周年买，你们买票？二周年我姐买票，二周年我姐买票，哈？是哦，那么酷。二周年是买票的哦，哇，那你们很支持哦，用心支持，好言娱乐感谢王一家家人的支持。那那那嘿呀那，谢小刚的红玫瑰。公关喜好像没有公关喜，是不是没有公关喜？有公关喜吗？我忘记了、啊，好像是一天有公关喜，一天没有吧？是吗？忘记了。只要出席就好，其他都会处理。真的假的？场地费呢？场地费？哦哦 ，so this name， 场地费怎么办？我觉得最麻烦就是场地最麻烦了。姐姐是不是觉得怀怀很吵，还要跟他换位置？还有这件事情哦？怎么还有这种事？嗯，老肌肉饭会出谁呀、啊？
推不在生辉，变成推在生辉而已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啊。跟我一起香香的出门，香香回家吧。怎样？怎么突然很爽？哦。路边吗？放在小巨蛋的出口怎么样？台北小巨蛋出口。那那那嘿呀那那咿呀哦那哈，那嘿呀啊对，忘记给，哎呀，应该要给我姐文化币买公演的，太可惜了。但是你公演那个舞台到底是，那舞台到底是那是要申请的吧？那是要先申请的吗？还是是随便就可以去的地方？还是要先申请，要先申请吧，不知道。阳光剧场也太大了吧，谁要来？谁要来？在阳光剧场，在阳光剧场举办生日会，会不会太大？没有。小巨蛋平日晚上只要10000多啊？有那么便宜？不可能吧？比三创便宜哦，怎么可能？对啊，一万比物美便宜吧，太便宜了吧？哦，安生舞台租金也要10000、哦、真的假的？阳光剧场的草地，我们去那边草地玩耍。为一部分来用，好像还是办室内吧，大家吹吹冷气不好吗？吹吹冷气还是我们要就是省钱的机制这样，吹冷气也不错啊。啊，但十一月好像还好，如果办在十一月，其实好像还好。你圣诞应该比较简单一点点，毕竟我们都自己做的这个，真的很便宜，那天超便宜的，那天170。超便宜耶，今天很便宜，你可以卖大家300块就好。那个棚子就是室内的，确实。我说最近有吓到，我想说，好便宜哦。健身要说这个吗？好像也不是不行。谢谢小刚的红玫瑰。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会有毕业生演唱会吗？还是这次疫情演唱会跟八月公演结束就没有表演了？是的，没有错，大家可以请珍惜这个毕业生演唱会。Lost in the woods， 有毕业生演唱会的话，应该要公布了吧？如果有的话，该公布了。但是没有，没有关系，让我们好好的珍惜这个一起生演唱会。谢谢科技的缘分相遇。五周年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叫招了。五周年如果他们愿意叫招我的话，我可以回去。你说下礼拜突然公布吗？那我会吓死哦。不会啊，可以跟他说不会有。所以大家呢，就是好好的期待这个一起生演唱会。你们赶快办，你们要赶快办一个是吗？小娟一天怎么可能要？怎么可能才10000块？才10000块应该是每个人想的要吧。真的很想去那个哎、欸，就是 BNK 跟 CGN 跟八月的演唱会。没有，我不会去，大家请帮我去，因为这次呢就是去了他们握手会，有听他们在讨论歌单，因为他们是，就是成员们，就是可以说哎、欸，想当什么的 center， 我觉得很酷哎、欸。对啊，很酷哎、欸，就是他们就是自己协调这样子。觉得非常的期待，但是呢，
他又没有钱了，所以大家可以请替我去看。某位毕业生提毕业后自己出场地跳跳 mini 孔，艺家有兴趣吗？但是毕业后就有点麻烦了，毕业后就没有办法自由，就是随心所欲的跳 AKB group 的歌曲了。毕业后就有点麻烦了，对啊，就没办法随心所欲用了。嗯，偷歌。想偷歌啊。而且居然是 CGN 的第一次的演唱会耶，居然现在他们居然现在才办演唱会吗？那么酷。是的，我们不做违法的事情。我啦，我不做违法的事情。飞机搭公车再搭，倒是也没有。但我这次呢，我这次去上海搭春秋航空，然后那个春秋航空很酷哎、欸，就是它就有一种它一直在广播的感觉，就是它会开始广播，然后介绍那个他们飞机上卖的产品，然后它广播就广播的很顺哦。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SK two 什么雅诗兰黛小棕瓶这款商品，相信在场非常多女性也有在化妆包里随身拥有一罐。就是从一直在广播感觉，然后广播完，然后突然说现在飞机即将开始下降，然后哈哈到了，超快。合照会，合照会不知道会不会有。翻成其他的语言，不然就全部自创曲好不好？嗯 ，TT BNK CGM。而且他们这边可以CGN是两天半的三场演唱会，很酷耶，飞上海很快，一个多小时。嗯，超会业配。然后就到，但是上海是。就是到市区很远，那个浦东机场到市区非常的遥远，嗯，搭了非常久的地铁，大概两个小时这样。你去上海有花钱吗？有啊，而且上海物价偏高。上海应该说就去泰国去很多次，然后去了上海，哇，物价偏高，这泰国太便宜了，泰国才是真的没有在花钱。上海花了蛮多钱的，上海花了很多钱，吃的很贵，嗯，是泰国太便宜了。一家会怎么面对好像停滞不前又日复一日的生活呢？你也想一个改变的契机。要怎么面对好像停滞不前又日复一日的生活呢？就是每天找一件不同的事情做。每天找一件不同的事情做啊，有时候明天突然想要去爬山，有时候就是很无聊，就会突然的去爬山这样子，然后突然的去淡水宣布毕业。淡水都别人请一个水土不服，确实去泰国我真的吃很少东西，所以回来瘦了很多。冲撞老板，绝对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生活，加油！很无聊就选选山啊，很无聊就选选山，真的是什么有钱的生活，当个 UFO 怎么样？当个 UFO。停滞不前又日复一日的生活，去吃个好吃的东西，吃个好吃的东西就是小确幸吧，小确幸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每天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小确幸。
我有够挺。能日复一日也是好事，真的耶！因为我现在我在想，因为不是毕业后就想说未来要做什么东西嘛，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其实还蛮像我日复一日的生活。我觉得我后来觉得好像蛮不适合，就是需要那种一直就是那种，例如企划，我觉得我没有很适合企划，就是我觉得太需要灵感了，然后又不是那种灵感可以直来的人。我有时候会很想要，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就做什么的那种生活。两个月后你就只剩学生身份，还有就是大家会在公司才看到我的身份。以为逃得掉，以为逃得掉，逃不掉。谢谢哈塞桑的为你支持。哒哒哒哒哒哒。是的，日复一日其实也是蛮好的。嗯，如果想要寻求一点刺激的话，可以去冲浪。为什么是冲浪这个答案？我也不知道，就脑中突然想到了冲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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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好久没看到你。是的，我已经录好久的节目了，但是都还没有播出。决定毕业之后有没有什么时候后悔过呢？好像还好，但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就是不太会后悔的人。嗯，好像还好，因为对啊，因为好像就会觉得就是每一个选择都是很。就是很棒的选择，就是如果说我这今天选择就是留下来，今天选择没有毕业的话，我应该也不会后悔这个选择，就是我应该也不会后悔说啊我选择了留下来，我没有选毕业，我也不会后悔，但是我今天选择了毕业，我也不会后悔这个选择，就是每个路都有不一样很棒的未来，没错。太太感觉可以去多去玩，是的，嗯，没错，我们已经在最好的道路上了。骗我电影，真的哎，真的哎，怎么那么久啊？怎么那么久？每个选择都能后悔，那也不用后悔了，好像有道理，好像有道理哦，是吧？就是每个选择都很棒的。如果我今天没有选择加入 TP 的话，我应该也不会后悔没有加入这里。但是呢，我加入了这里，我就是好好的享受在这里的所有事情。英语行，就像我国小的时候，因为我国小的时候很想要，我超级想要考舞蹈班，就是我国小有个舞蹈班，然后我超级想要考舞蹈班，但是呢，后来我没有考上。我没有考上那个舞蹈班，然后那时候觉得蛮很难过，就那时候觉得很难过。但是呢，没有上舞蹈班之后，我在就是普通的班级里过得还蛮开心的，然后有很多很奇怪、很特别的机会，例如什么升旗，就是帮忙。哎，我真的觉得帮忙升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就是别人在外面晒太阳，然后你就在那个司令台的里面播那个音乐，就播那个升旗歌，然后还有帮颁奖，就别人在外面晒太阳，然后你在爽做这件事情。现在想到了红玫瑰，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个机会，就很酷。No， 你说橡皮擦干嘛？我吹个海底。你说橡皮擦吗？但是我那个时候也会觉得被就是被欺负很生气，但是我现在也不会觉得就是可以欺负人了，但是我还是蛮，我觉得就是有那件事情之后，我觉得更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可能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好不好？光芒暴露。干嘛偷拍我？啊！
任品君，好久不见，任品君。好想跟刘晓晴一起看《冰雪奇缘二》。晕了。司仪倒是没有当过哎，司仪没有当过，多才多姿。我真觉得我小学可以写一本小说，非常的精彩丰富。啊，然后我国中也是想要考国乐班，但是没有考上。我是想考那种特殊班，然后都不会考上，不过还是没有考上舞蹈班。然后国中想考国乐班，但没有考上。但是呢，我在就是普通的国中，我也是过得很开心。然后就是也有很多，我国中真的是一个很喜欢比赛的人，然后就一直到处去比赛，然后就是也过得还蛮开心的。所以呢，我就觉得每一个路都是最棒的选择，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在最棒的道路上。这几个月也可以写几本小说，好像还不错。我的大自然死神，大家还记得我的大自然死神吗？小情感可可也怎么会还没？说不定真的可以出个书。是的。我明天要穿什么？等一下再讨论。萌新不懂大自然死神，就是一个大自然死神的故事，有解释跟没解释一样。懂了。这个颜色。原来还有这种服务，是不是？给主人的掌声鼓励。可是我很期待这个场景。嗯，对。但是有上 TP， 是的，很棒。我觉得我真选二期、三期、四期绝对不会上。谢谢，叫刘雨婷唱给你听，谢谢 CKNK 的掌声鼓励。阿晴唱给我听。唱什么？恋爱假动作，刘晓晴代表作《暗恋假动作》，对不起。你要讲唱了几次？恋爱假动作很顺啊。像你说元素方程式，超级唱不出来。好，听你唱《爱豆》，唱《爱豆》。我的目光，我的听歌，没错。我现在好一点了。我现在是鼻，耳朵。我今天中午才是，是不是？给你画个白色的。哎，招法是怎么叫？怎么叫？我想听失恋慢动作。这是什么歌？飞向转动。怎么卡在这里？这个助演的红玫瑰。骑手不是也很热？什么意思？是我没跟上什么？有，我很想去看那个元素方程式。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方程式啊？为什么很多方程式，很多起源，很多方程式？对，刚先用猫咪语，听懂没？是叫过来的意思，没？不去想，
何必有结果？不问不问不说，怎么不敢不问不说？有人说，有人说等下见，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恐怖哎。等下见，他一直唱不问不敢不说，不敢不问不问不敢不说，不敢不问不敢不问不说。急转弯也很多的感觉啊。我一个人在心头，在心头。失恋，失恋讲一个。是。不敢不问不说，就怕答案像彩虹，也像。像噩梦，谢科剧的缘分相遇，很像嗨嗨那位粉丝你好，也像噩梦，也像噩梦。塞妈妈，我崩哈，最近好热，工作室接近热源又无法开冷气，真的会死掉，加油。这种工作都很辛苦，因为很像那种做食品的工作，我懂。那时候去考中餐的时候，我也是要热死了，真的很热。你 是想说怎么白？对，我在想说你有化妆吗？没有，没有。就这个非常厉害，就滤镜。谢谢平克的缘分相遇。谢谢嘞。美哎。对，我刚才想说他已经在附近，因为他打到我。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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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哎。你在娃娃。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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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美美美。谢谢小浪红玫瑰，刚才的红玫瑰。Tokyo ni mo kite ne kite ne hi ikitai 照着你 ikitai Tokyo ni ikitai desu watashi wa watashi no 想讲什么？你不要再讲那句，那句很废，声音他又听不懂。是大便，在大便了。狮子大便，大便，大便。Tokyo ni ikitai。Tokyo ni ikitai。Komento de。Komento de。Komento kara。你好，你好。Tokyo ni ikitai ne。哒哒哒哒哒。小，你知道 Holo 的死神要来台湾了吗？啊！想你知道《骷髅》的死神要来台湾了吗？有吗？现在吗？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欸，张法法 Kelly 要来台湾，你知道吗？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不是之前来了吗？他之前来咖啡的时候。他一定会再来的，但是不知道是。现在吗？什么时候？冲啊！在喝奶留下签名，就知道死神有来过这样。在那个。好酷哦。西门町的什么电影节？你没看立牌上，他在播新专，播 Really，You really？ 你家朋友好多，其实真的是 E 吧，不是 I， 对不对？就是 I 的大家。我有感受到你是 I， 真的。但是我觉得你很接近 E 的 I。对，我是五十。关于我一直在讲话，你没有在讲话的部分。因为我真的变 I 了。那我是那种五十几、四十几，我是蛮接近的。对，你很接近一的爱，就那个啊，就我们一起走出，然后想说，怎么会是我一直在丢话题？我猜他就是爱，我是爱，我迟早会变成爱的。你会变爱吗？我这趟上海旅游，超级无敌一，从头到尾很棒啊！靠你，靠你，就吧，你靠一人。哒哒哒哒，卫星也是假爱。卫星是爱吗？卫星是爱啊。他说他。他说他社恐。屁。很熟，但是我觉得这个圈子很熟。如果今天单对单出来的话，就很像。那叶真也是，叶真也是单对单出来的时候，他看起来很紧张。嗯。
需要有一个熟的朋友在旁边。对对对，好喜欢微信。还有吗？没了。这个很好吃，你有吃了？有啊，昨天。有一天晚上就睡觉的时候，我在讨论 I 跟 E 的问题，没有听到吗？你有跟姐？对，没有。我就说王一佳是一个很接近 E 的 I。是的，我说我感受到。但我觉得我要看，就是我要看旁边有没有熟人，没有熟人的话，我就是超爱的人。有的是吗？对啊，我应该要看中间值。这种如果没有，就是需要我，很需要我带话题的话，我会变一。但是如果就是一个很安心的场合，那你觉得，就是在那个很多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你是因为对爱是内向，是的，爱是内向，不知道讲话，还是就是你也没有特别想讲，就你在那个时候，就是很多人就出去玩，然后你没有讲话的时候，你是因为就是要讲话，就是你会在想说你没有讲话吗？还是你会觉得哦，只是刚好也没有要讲话，刚好没有要讲话，嗯，但我觉得还好，就是感觉跟。就是 SH 他们出去的，就是很舒服的。他们就算没有在讲话，就是就算很安静，也不会太尴尬。对，就是不是尴尬的安，单纯的是。这样点播一首《红安妮》，好喜欢你。不是尴尬的安静，就算没有特别的话题，是的，就是很舒服的安静，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也还好。会学猫叫的人才不是 I。就要讲你们啊，讲你们。我是说，这个部分不能放在这里讲，因为我没有职业病。对，是的。你叫，就是、叫邱品涵。对，你叫邱品涵，他也会学。对。但如果说学恐龙叫，他可能就不学。恐龙叫要怎么叫啊 ？Raw。叫那个姐姐，那个。嗯。他就、啊、对，他真的好可爱哦、喔，对，很可爱、欸，他真的是超一耶，他大一人，大一人，大一人，我是嘉义人，嘉义人，有没有吃猫叫的影片？是的，你们学猫叫的影片是哪？什么意思？现在想要跟你啾啾你哦，你们自己没有存吗？你想要，哎、欸，那啾啾你的是不是变可爱了、啊？怎么变成那个蓝色的？对对对对对，它是不是变可爱了？是，怎么会这样？它没有，它本来就很可爱。浪 life 大升级。你是京都人，住在台北。快点快点，这句话怎么念？京都人，京都人，京都人，我是京都人，但我住在台北。京都人，京都人，京都人。京都も行きたいです。嗯，猫变浪宝，它是浪宝是不是？它是浪宝、哦，不是你拍的，是谁拍的呢？这猫比较可爱，这也蛮可爱的啊，浪宝。是浪宝。什么？呆呢？那个呆呆呢？呢？没什么好说的了，你都那么爽，但还是请炫耀炫耀一下，这次旅行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我们拍了影片，对，拍了有趣的影片，有趣的影片，还有我觉得 KTV 也很有趣，就是很酷，很酷，一起唱了很多。其实我很想去 KTV， 虽然他们在猜拳，但是我就本来就很想去 KTV， 但是我有点笑害羞。嗯。但还好，后来在 KTV 赢了。我赢了。哦，是你赢了，那你很棒。但我觉得去，哎、欸，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因为选择是网咖。对。但我 KTV 跟台湾的不一样吗？哎、欸，我发现我可以吃吴宇爽，哎，我超棒的。荧幕很大。对，
四方都是荧幕，然后他会帮你生成 MV， 台湾人会吗？但我很少去 KTV， 没有 KTV， 我觉得这个比较特，在那一间比较特，就是很好笑。他说系统营帮你自动生成 MV， 然后他就会播那个，是不是可以？可以吗？然后他就真的很好笑，还等他的影片，但是很难听，没有灵鼓，没有灵鼓。亚青拿了全店最高分。哎，对，亚青拿了第一名，哪一首歌啊？三类动漫专辑举办的。嗯。真诚 MV 上，就很好笑。哎呦，一个不小心。哎呦，不小心就拿了最高分了。没有啦，就是那首歌比较便宜。你们要听什么？他们会生气吗？如果？你说 SH 会生气吗？对啊，他们现在名字叫 SH 是不是？SH 他们基本上都是卫星，好不好？刘晓晴唱卫星，然后他就这个画面可以给他们看吗？他可以放大吗？是他会生成一些画面。就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画面，然后他会录你的那个音，然后帮你生成 MV。这个吗？嗯。但是我会喝，这个是卫生。我会喝半瓶水啊，半瓶水配魔芋爽。嗯，就是跳了很多歌，很有趣。I want you。哎，卫生是一个很 rock 的人，他唱歌超好听的。欸，他会唱很多王菲的歌，超爱。欸，那个 Annie 就是我，另外是我，是我。而且有这种事，我们是边唱边跳，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一个小舞台上面，然后边唱边跳的，真实吧？对，真的是。我拿你高分的。好吗？继续开个飞镖。啊，我们唱了 The Puzzles 版的。都是卫星，我跟你说。一开始是日文。欸，他配的画面有 rock 欸。突然变中文了，他是谁啊？就会配很多男团的画面，好好笑。黑暗，我要听黑暗。哈，我不能接，很难听。我们在乱唱，大家我们不是认真的，不要以为我们真的是这样唱。我们他们唱歌还是我们在乱唱，要先打预防针。对。叶真，再小声一点好了。大唱什么？因为你知道很难，就是看着日文歌词，你要看着日文歌词，你要讲中文很难呢。要听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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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它是随机的吗？那个 MV 我不知道，就是有时候会生成，有时候不会生成。好难听啊！没有，就是那个啊，马吉斯卡 Rock and Roll 日文版的，但我们唱了中文的歌词。这是什么 ？Bad Mamba。很独特，啦啦啦啦啦啦啦 ，Everybody get, everybody suck， 骑着500cc 的摩托，超多 cc。听得像你唱歌吧？看一下那个。Soy da do。我录了什么影片？这是什么？我们的樱花瓣。
给大家可以听我们唱樱花瓣，是不是也很难听？我不知道，听一下。因为那首声音已经沙掉了。最后一首，这是我们最后一首歌。是我在。嗑瓜子，好可爱啊，叶真。各自的未来起航，大家看，最后唱樱花瓣，当然因为我一家毕业，那也是我们的。我说我超丑。我们真诚期，这首歌也没什么好不争气的。真唱哎、欸，给我看，吃好大。直拍、欸、各位，直拍，这什么意思？换麦克风？为什么？因为感觉我的好大声、哦，然后我就想说给你唱大声一点，结果我发现换了这个我更大声。你总是被人设，想干嘛想干嘛，配合一下歌曲。我就发现我在滑水啊！你在滑水吗？我没有在滑水。没有啊，是那个有一只麦特别大声，一只麦特别小声。叫什么？没有听到。哦，拍立得！突然的拍立得。这时台下是跟跳还是打 call？ 默默地看着我们看表演。他们也有在唱啊，他们也有在跳。KYV 点得到 TV 的歌、哦。KYV 点得到，好像就是樱花瓣跟勇往直前，因为我们有发行。就点这样说。是笔电，是啊，是的，听看起来像 iPad， 放置了笔电，是啊，没嗓子了，已经三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唱很久，一直是半夜的事情了，还有超长的，可是我那首唱我觉得好短，其实怎么唱一唱就结束。这蛮像演唱会的，除了因为妆造不太像以外，这是有格子裙。你那天穿的灰色的、啊，灰色的格子裙，我好性感哦！有穿到裤吗？没有啊，超开心的。发出来，我不知道是可以发，但也可以有东西，但也可以发。没事啊，大家这样看一看就对啊，看一看就好。也在拍一张拍立得，毕业快乐！是谁？卫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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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哦，卫星！好可惜哦，好想要跟卫星出去玩。Now I know why I can't sleep, cause you're alive. Kido-san，
噔噔噔噔，我看我还拍了什么？是什么 ？Melody 吧。看那个梦之路，梦之路在你的。好开心哦，大家。梦之路。然后没有人记得歌词，真的是。因为看对看日文歌词，看日文歌词很难记起来。然后大家开始翻歌词。这是什么？这个很难过哎。给大家听 solo。还是你？小琪。这怎样？很饱是不是？是。对到脚。啊，好可爱哦！我爱起。好高。很整齐哦，废话。我们还有站位的，想说什么？说什么？我不知道。邱敏涵一直在 Q 邱敏涵，莫名其妙一直在 Q， 职业病。那么很高深的道路，给大家看这张照片，哇，好笑。很棒哎，好开心哦！你看，就是奇葩。铁达尼号没错，铁达尼号的部分。
你要唱那张，我有。这个，你知道这个吗？不是。看这个。你说，可以把那个脚砍掉吗？就是我们的鞋都乱穿。这个。不是有一个。哪一张？你先。来看这张。邀请说要拍出一个成功人士，对成功人士，你不知道那个吗？我们去澳门拍成功人士，好像有这件事，好像有一张那个、啊、田爱露的，哦，不是田爱露，是有一个，对，田爱露是田爱露，是田爱露，那个雕像前面，不是啊，那是迪士尼了，田爱露吧？是田爱露吗？是田爱露啊，可是我。怎么找？在哪里？是不是在我的？对，是你的。你找我一个。是你的吗？还是是这里？这里，就是你的相机里面的。找一下在哪里？在我吧，我。在你哦。刘那边。在刘。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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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多照片。这个是，你要先放大给他们看后面那个。对，等等。大家看这个雕像，就是在田爱路有这个雕像。就是很甜啊，很甜的一个雕像。好甜哦，我们真是太甜了，甜蜜宝宝。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再田爱露跳 Improbable Girl， 对，对 ，Improbable Girl， 啾啾啾啾啾，我录了你耶，你唱什么？这是什么？哦，大战，我们太直拍。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唱到后面嗓子哑，因为我们唱很久。OK， 叶真一起唱，然后但是上面兄弟在超级舒服的坐在旁边。爆牌。淡阳萌动，卡在这里，因为换你的相机了。谢谢。淡阳萌动，看我用什么影片？没有。你是写 rapper 的一个信，好好笑。淡阳萌动，东方蜘蛛，跟大家分享我在外滩的照片。我的爱人，你的风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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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之珠，淡阳萌动，淡阳萌动，大声喊出淡阳萌动，大声喊出淡阳萌动。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だ全国両手を大好きだずっと大好きだ给大家带来十月的脚链十二月的脚链东方蜘蛛女孩最后一步我觉得好幸福现在 TTP 还有任何遗憾或是想完成的事情吗？让我想想，在 TTP 想完成的事情，拍 MV 是我的遗憾。希望有一天可以拍 MV。 有些意外怎么了吗有的那么的突然对对对上海有哪些店那个巧克力好吃吗我们去上海吃了什么巧克力你去上海有吃巧克力吗
个巧克力好吃吗？哪个巧克力？哪个巧克力？哪个巧克力？很像书的那个，很像书的那个，很像书的那个，哪一个？等一下，我突然失忆。限动，限动发什么？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巧克力工厂的里面那个。啊、oh, ！我没有吃，对不起，我就拍照。他在运动 shopping， 对不起，他是在对对对，去躲雨，我们去那里躲雨。对不起，我去躲雨，我没有吃。就看我的那个，对，我拍的那个限动，但是没有买，我没有买，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买，很好笑。但我也只有拍那张照片啊，我就觉得那个很有趣，我就拍了一张那个照片。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好笑。Hello， 人家有想说什么巧克力好吃，可是我根本没有吃啊，也是根本没有吃，好好笑。可爱，又想吃，可爱一点，好的，有点想。可爱。害你买没事，你可以告诉我口感。他去了吗？他说他请朋友代买了一盒，原来是个纪念，对对对，很有趣。退堂鼓打得可响了，有刺耳堂鼓。我一张照片可以挣一小费，请他们感谢我。去上海有去哪些点呢？我们第一天去了 KTV， 那个很久很久以前，没错。那我们上次直播说，哎、啊，是很久不见还是好久不见啊？没有，是很久以前。很貌似一个谣言，那些羊肉店是很久前，很好吃。如果大家去的话，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热情。来，帅哥来吃羊肉啦！帅哥吃羊，帅哥美女吃羊肉啦！去上海踩点比较难，还是去清迈呢？去清迈吧。去清迈，我去的点都是一些大家没有办法去的点。对，然后我们还去了基地，我们去了 SH 的基地，超级大，大到不行。Can I give a hi? Hi! Hi! 你那么遥远。然后呢，我们第二天去了一间，去了淮海中路。对，淮海中路，那个咖啡厅。还有吃的是酸菜鱼，对，然后走了淮海东路、嗯、去走了很久，去散步，还有去了一些很可爱的小，是的，噔噔噔，现在就会唱出那个噔噔噔，播什么歌呢？来听听茉莉好了，很久没有听。说去找 CG 的时候认识王，应该可以进宿舍吗？当然是不行。在哪里？去哪里？去 CG 的宿舍。千里猴子，红玫瑰。你想看吗？妈妈真的很可爱，妈妈真的太可爱了。你会先被抓走似的。我们还去了哪里呢？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哦，我觉得真的，如果去上海迪士尼，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那个杰克船长，是吗？风暴来临。对，风暴来临的那个。风暴来临超风暴来临超推。突然大声。风暴来临真的很推，大家去看。很好看。建议你们坐在中间，或者是偏左边。我们是坐偏左边前面。对。啊，如果你坐偏就是三排嘛，然后你坐这一排或这一排的中间的话，很可能可以碰到他们。对。就是摸，他们会来找你。对对对。我好可惜，我真的超想被他们就是邀请上去。想要跟他们互动，对，就有些人可能说啊，我不想尴尬症，我不想，但我超想，我超想，我觉得迪士尼就是可以抛开一切东西。真的是我是那个超马，就是那种观众，超吵的观众，就
那个艾莎就是艾莎唱歌。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是就是艾莎的什么欢唱会，然后他会说你们可以当我的合唱团吗？然后就会播那个 MV， 然后上面有字幕，然后我们就要跟着唱这样子。然后廖晓晴唱超大声，对，夏木夏也要做热血人，就我不会完全不会唱中文版，然后就看那个，他字幕又有点慢，对，超慢，然后我们就有点没跟到。然后有一首我还不会唱。夏木夏要做热血人，哒哒哒哒哒哒哒。下一题，但是我们是连家去的，所以很多。可以给大家看。他说没有啊，明明就说大家一起唱，你们都会唱对不对？你们要当我们的合唱团吗？好，然后说那你们要大声的唱出来吗？要，下不下要做歌曲，完全跟不上，啊，真的太慢了。旁边都没在唱啊！好甜，他们两个都是很甜，磕到了，磕到，磕到，好甜哦，磕到了，磕到了，就那个演员们很甜，磕到了。哎，就是那个演员们，演员很好磕，磕到磕到，什么都很磕。我们真的是好观众哎！我还拍手哎！他特效做得很好。而且我不会唱大陆的词，我也不会，我是看那个歌词。对，就是看歌词。随他吧，随他吧。我还唱上去了。旁边是我们的旅伴啊。我是不是唱得蛮好的？还求夸夸、啊，好漂亮啊！艾莎，艾莎超漂亮！哎、欸，她从地底冒出来了，超猛！她在发光，超漂亮，超好看！一切的真相吗？我完全没有在看歌词这里，因为我在看他，他太美了。超漂亮！哈哈哈哈哈！那小朋友。下雪了，大家。哎、欸，他们干冰真的不用钱哎、欸，狂喷猛喷，超厉害！但我觉得那个杰克那个风暴蓝太猛了，如果大家去真的一定要，他们干冰真的不用钱，就是不爆大家雷真的很厉害，太身临其境了，太厉害了！我很推荐，就是我阿姨家去跟尼克拍照的时候。然后我跟就是我就在那里苦苦排队，然后还没有跟尼克拍到照，跟我就去了风暴来临旁边的一个，其实也是杰克船长的一个游戏。然后听说它是小腹降落，因为降落我是没办法小幅度的小腹小腹。我想问你的小腹降落，小腹降落怎样？
然后我就很怕，然后就很紧张。我就说，如果他没有安全感的话，我就是安全的；如果他有安全感的话，就是不安全的。就那个安全的杆子。对，所以但是我以为他没有安全感，然后结果是有安全感的，我就很紧张。但我去坐那个小飞侠，他有安全感，超级无敌好玩。但是你没有去玩到。对，我才苦苦的排队。你们去可以去，如果你们要去的话，真的非常推荐。风暴来临玩完之后去旁边、那个。风暴来临真的太好玩了，不是太好看了。安全感。安全感，对安全感子，跟大家分享，我跟 Ruby 啊不是 Ruby，Judy 谁？我跟 Judy 的照片， Judy、但我很难过， Judy、还是很难过，没有跟尼克拍到照。哎、欸，就在我前两个换成了 Judy， 太难过，太可惜了。所以我最后呢，就去跟菲菲拍照。吓死！我最后去跟了菲菲拍照，啊，好笑，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没有，他们真的没有人在排队，就是去拍他们都是那种忠实粉丝，就是很塞，一直刷一直刷。然后东方城那室内是狂排队，他没有把你举起来，他没有把我举起来。欸、但是我前面一个游客，他超可爱的，他带了辛巴的玩偶去。然后他们就一起把辛巴举起来，然后一直说啊，这背影啊，妈咪一起玩，我好有趣、啊，超级可爱。然后我有录起来，但是因为是别人，我都不好放出来，真的很好笑。最后，啊，这背影啊，妈咪一起玩，不不不不不不，好想跟尼克拍。没有，我跟你们说，尼克真的太会聊了。对，粉丝真的都很有趣，就跟你们来我们合唱会也都很有趣。还有悠悠的故事。对，因为那个游行，那个游行不是分两边在看吗？然后那个到悠悠的时候，悠悠原本在我们这边，然后结果到我们这边的时候，他突然换去了另外一边，然后我们就，我说，因为我都让，我就这样，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然后。姐姐跟就是一家在前面，然后我在后面，我就说等，他说你要不要在前面，我说等悠悠来的时候我再去前面就好，悠悠的时候你就换我这样子，然后悠悠来了，然后悠悠就走了，然后悠悠走了，然后我说悠悠去了另外一边，然后我就超难过，我们就跟着那个车子跑，然后还是廖晴那时候比悠悠还要悠悠，就是整个人心碎，你知道吗？就是一整个，而且我这个人真的无语了，就是我就是，而且前后面的人一直在看着我，因为我一直大喊说悠悠，因为他完全没有过来，难过，真无语了。我是整个游行我没有，因为我没有到特别的很想要就是找达菲家族又或者是什么什么都可以，就都很可爱。可是我最想见的就是悠悠，太难过了，真无语了。家人们，谁都一定要讲，去完就悠了，很悠，懂握手会接上班路的感觉。如果有粉丝在那边，然后我们跟另外一边挥手，对不对？确实，整个心碎了。那你们可以往前跑，我往前跑完全追不上。选错演唱会位置的我，是的，是的，整无语了。是看得到，但是啊，我们还去了夜市，什么幸福夜市的。蓬浦夜市，吃人超多。但是我觉得是我们去上海迪士尼的时候是在连假的第一天去的，所以我心里就觉得一定会超多人，人多到水泄不通，然后没有办法前进。但是就是心里有这种建设，然后到场发现，好像比想象的人还要少一点，当然还是人超多，就是拍了尼克的合照，拍两个小时，然后还拍不到尼克的合照，这样很在意，非常在意。因为人还是很多，但是比想象中的少，想象中太多了。但我觉得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廉价的票比平常还要贵，所以可能有分散掉一点点，但还是人很多。因为那边夜市跟台湾差很多吗？就卖的东西不一样啊，卖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差就是饮料很少，都是吃的很多，
然后你很渴，想买个饮料，然后发现饮料很少，没几摊在卖饮料，都是卖吃的。那个酸奶，优酪乳，对，酸奶很多。上海老酸奶，那是代赛的问题，好难过、哦。但是呢，我觉得去上海，我觉得去迪士尼的人都超好的，只是因为想他排那么久，因为我看其他人有带签名版，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来排，所以我就什么都没有带，没有带笔，也没有带纸。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很好心的，我跟前面的一个小姐姐借到两纸，然后跟我后面排队的借到了笔，很大家人都很好哎、欸。公司的姐姐陪我们去的。不是朋友，不是公司的。对。没有手摇的夜市吗？有手摇、哦，有手，但很少，很少，真的很少。就是一个大夜市里面就两间这样子、嗯，因为是很大。然后很多是那种很甜的饮料，就想要喝解清爽的，对，奶茶之类，就比较少。噔噔噔噔噔，对，大家都是好人。笔还了、啊，纸没有还，他是带那种画册，然后就撕一张给我这样子，人超好的。上海迪士尼只有一个这种被插队，我们也是被插蛮多队，但都还好，就是我们被插队是那种看表演往前，但是因为表演就没插，位置很多，那里都看得到，就还好。像那种真的要排队的，就不会被插队。而且别人开始往前走的时候，那我们就说：“哎、欸，是可以这样的吗？”不行啊。英格丽昂，那很适合你。我到底在干嘛？我觉得好，我是疯了吗？谁啊？哪部分？就是，例如说那个杰克在上面，就还没有进场之前，他们不是有个小短剧？嗯。然后我不知道讲什么，我就说太棒了，就是我们就会一直在讲，我们一直回应他们。对啊对啊，然后想说。是的，我现在回想，我觉得哦，我们一直回他们，就是那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是很好笑。嗯，哦，说那个艾莎他们的就是演主要演员安娜，然后就是艾莎他们都是外国人，但是呢，他们是很努力的学习了中文，很棒哎，然后就有那个外国腔的中文。对，你们一定也很想要和我们一起唱歌吧？你很会哎。很棒哎、欸，哎、欸，艾莎真的好漂亮啊！我觉得雪宝超像的、欸，雪宝本人呢、啊，就是你可以完全看到雪宝之后，你就会觉得雪宝不是人演的，但是雪宝做的跟雪宝一模一样。对，就是就想说，如果现实中看到雪宝，应该就是长这样子吧。对，超厉害，做的一模一样。是的。然后那个，我突然忘记他是什么名字了，那个男主角，那个男主角还超像，超像，超级像，超级无敌像。男主角太像，男主角是里面最像的一个。杰克也很像。对，哦对，杰克也很像杰克本人。杰克很帅耶。杰克一直就是他表演完之后，他就去外面排队，就合照，然后要去表演的时候又回去，他很忙耶。是哦，他去外面排。对。我刚好有拍照耶。对，有拍照，可是那个不用预约、哦，那个就是排队就好了。哦，那么酷。也是蛮多人拍的。那对面阿克超级像。雪宝是那个超偶的感觉，他是一个人偶，然后就后面有超偶师，但超级像。林奈贝尔要排三个小时，我林奈贝尔真的是，我认识无语了。就是没有要去排这样，林奈贝尔太人气了。对啊。嗯。但上海迪士尼最有名的真的是尼克，因为尼克就是尼克很温柔，上海迪士尼的尼克很厉害。他很会撩人啊！你一个两小时，但是拍不到，真的是很难过。上小道什么人？而且就是时间就过了。我自己一直看 report 嘛，就是说上海的游行会给很多饭撒，都没有拿到饭撒。我就一直被水打到自己的脸，对对对，那什么，三夏主题是什么夏日记，对夏日，然后他们就会拿那个水，然后喷，然后一直打到我的脸，然后我的相机也湿，但是蛮我们真的很社牛，因为他们游行，我不知道是怎样，就是前面会有那个车子，然后上面坐着很像游客的人，
就感觉像是什么超级大 VIP， 然后就会坐在上面跟着游行，然后感觉是买，就是可能你是什么 VVVIP 的话，可以去买，就跟着那个游行去坐。对对对，就是他会有车，然后坐在车上面，普通就是客人坐在上面走。对，然后就会坐在车上，然后我就说好漂亮的小姐姐，这样很危险。我们就很社恐。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舞者吧，就是然后刚好就是他离后面的有点远一点，对对对，然后他一个人跑过来，然后我旁边那个。我旁边有个就是客人也是帅哥，对，我说帅哥，然后他就笑了。我觉得这也是另类犯法，好吗？帅哥，帅哥就跟着旁边起哄，帅哥，帅哥，你好帅啊！他们差点拿手机扫我，扫我，美女，大美女，扫我，扫我，真的不知道在干嘛。我们真的很好笑，好喜欢，帅哥，这样很微信。扫我扫我，真的是很好笑。现在去查个 report， 说不定会写到你们。那我们对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姐姐，超可爱。我不知道是姐姐还是怎么，有个女生。对，然后她就很开心的跳舞。她就是穿的很迪士尼，就是感觉是那种很视觉年龄约莫25岁左右。对，然后再小一点，再小23。23。对，然后就是她就拿着。玩偶，然后就很开心的跳，然后他带着 Cookie 的，很可爱。对，然后就是他还会唱那主题曲，就是会被他感染的感觉，对，好可爱。你说超想认识他，好当地话，用超当地话，扫我，帅哥。好，进去约莫约莫，真的很好笑。啊。对，然后我们还去了什么地方？我们才讲到迪士尼，小姐的微信没有压到。对，我们去豫园，下大雨的那一天，去豫园，豫园又直，超多人欸，豫园也是很多人。对啊。然后但后来，因为我们是白天去的，然后张念琪就跟我们说，如果晚上去豫园的话，它有灯光秀。啊、然后我就说迪士尼哦，豫园也会有灯光秀，但豫园真的很漂亮，就是。非常的古色古香，然后它周边也有那个叫什么商场，他们商场也是做的很好，做的非常好。外滩也是那一天去的，我们就搭了船，然后我就感冒了，太咸。然后我们在上面风吹风吹雨淋，但是很好玩的，就是有不同的乐趣。我们要在苦中作乐，不是真的很。我是说感受一下，玩一家闭上眼睛感受一下，那个宫女就会在前面走过。预言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融入这个情景。要坐下，然后玩家就一直在什么说，是不是你下毒？是不是你下毒？对，我说。然后到底在讲什么？是你下的毒吗？可以不要那么宫斗，不能再就是再漂亮一点嘛，唯美一点不行吗？一定要说是你下的毒。我已经知道了。我说我没有要谈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是你下的毒吧？看我这个银针都已经变黑了。可是上海汤包，然后我们那天的午餐吃了什么什么馒头？那间店叫什么南什么什么馒头的？南视角馒头。豫园甄嬛传，上海也不是演公主，就硬要演。搞什么东西？终于知道为什么小婷拒绝你演戏了，哎，好难过、啊，是不是？好想要演哦！我跟你说，真的是可以很甜的。有人说在毕业前可以就是让一家演戏，我说不会。我说如果是我写的话就不会。让我演，好想要演呢、啊！啊！你可以演白雪公主。而且他们演迪士尼的人真的都超迪士尼，就他们会。哇，对，哇，就会有那种吸一口气的感觉，哇，很酷哎，好工具。你是说真的吗？您是说真的吗？来到这里，我真的是太开心了。哇，我是公主吗？好想看成员演戏哦，真的。谁？很想看成员，很喜欢看成员演戏。你哦。粉丝，米索，可以去看社团课。他说这个企划多来一点，谢谢，可以多多推荐，在下面一直留言说让刘导多一点，多点工作。以后可以找我回来演哦，我可以回来客串。好，
我可以友情客串，欢迎找我演。好，我们看到迪士尼特效街上去，哇哦，我是公主吗？真的很疯。啊哈哈，啊啊，一家可以这样，这都已经那个了，但我还没有回答完，哈哈。哪个呀？就可爱古的国面。最近除了公演 TP 有什么可以期待的是演唱会，大家请敬请期待，敬请期待一起生演唱会，希望可以让大家物超所值，绝对会物超所值的，大家敬请期待。最近已经开始在练习了，就非常的期待。噔噔，哦，握手会，是的，还有握手会，但是还没有公布日期，大家就敬请期待，敬请期待，开票，开奖，不是开票，开奖，然后以后时间出来就哇，居然是那一天这样子。谢谢 C K M K 的掌声鼓励，一场3500、2700呢，哇，真的可以物超所值，但我觉得是可以物超所值的，真的，大家。真的可以物超所值的，可以的。现在小浪的红玫瑰，我们也会努力的让大家感觉到物超所值。真的也没有合照，我觉得是我们上次合照怕了，合怕了。上次是哪一次？是哪一次啊？三周年是演唱会。现在成为合怕了。相信你的钱包可以的，可以的，大家加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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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对学生去不来，确实大家就尽量力而为，尽力就好，尽力就好。本想怕合照睡着了，因为上次的时间真的是拉的非常长。可以在最后握手时迈下合照键，请向好言娱乐建议，可以向好言娱乐进行建议。有没哇？你在哪里？已经11:30了，大家。学生证有优惠，学生证没有优惠呢。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一起上演唱会，一起上演唱会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了，大家。这样子，啊对，有一个作业就是睡前要讲一个小故事。让我想一下，今天要说什么故事呢？跟刘晓晴的故事，王一佳的梦话故事。悠悠童话世界，这是什么？是悠悠的。我来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做《小松鼠与小乌鸦》。小朋友，听故事喽！从前有一只勤快的小松鼠与一只好吃懒做的小乌鸦，他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眼看秋天过去，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临，小松鼠急忙地四处寻找食物。而小乌鸦却躺在床上悠闲地看电视，吃着去年剩下的食物。
小松鼠路过小乌鸦家，看见小乌鸦还在玩，于是对小乌鸦说：你怎么还在休息呢？再不赶紧准备食物，到了冬天你会饿死的。小乌鸦无关紧要的说：不要紧，冬天还早呢。小松鼠摇摇头后就回家了。过了几天，小松鼠又担心地对小乌鸦说：你真的不可以再玩了，你再不赚钱怎么看得了一起生演唱会。话还没说完，小乌鸦就生气地打断了小松鼠的话：你别再说了，我知道。过了几天，他们又见面了。小松鼠还没开口，小乌鸦就不耐烦地说：我不想听你讲话了，别再说了。小松鼠只好心心感地离开了。于是一转眼冬天来了，小草黄了，树枝也枯了，小松鼠在家吃着可口的食物，而小乌鸦却只能饥肠辘辘的在家中瑟瑟发抖。过没多久，小乌鸦就因为饥寒交迫以及没有看到一起生演唱会而饿死了。故事结束了。这什么故事啊？这什么故事啊？结束的好突然啊。叔叔吗？就这样结束了。只是小乌鸦饿死的故事。对，小乌鸦只能在家看转播，小乌鸦也只能看盗版的转播。大家盗版不优，请支持正版。到了一起生演唱会，我吃这个倒是没有，场内应该禁止饮食吧。等一下演唱会，心灵会感到很饥饿。大家，你的心灵会不富足。然后看了一起生演唱会之后，你的心灵才会获得一个。我跟你们说，真的会后悔，没有来看真的会后悔。虽然我每次好像都这样说，是的，我每次演唱会都是这样说的。真的，虽然我觉得来看现场真的会哭死，你们会哭死。对啊。我们也会哭 死，大家都会哭死。我没有哭死的话，我就在后面哭死。我们就会一起在三创哭死。大家都会一起哭死。跟你说，那个就是表演下来真的会哭死。我要把一个那个口号，那个就是叫什么宣传口号，就改成哭死就好。我真的哭死了，家人们。谁懂？谁懂啊，家人们？我在讲个梗啊，宝宝，小宝宝，别说，小心宝宝，别说了，宝宝。哒哒哒哒哒，这边要买卫生纸，我也觉得，站着哭还是坐着哭，看你们的经济能力。哒哒哒哒哒哒哒，两天内容不太一样。说不一样肯定是不一样，你光是 MC 两天怎么可能一样，对不对？ MC 的内容，你说我们就那个逐字稿，我们就前面会有个逐字稿，那我们就照那个稿念。哎呀，小青，今天是我们的一起上演唱会呢。你说什么啊？这不是早就知道的事情吗？哎呀，前面3500的观众举起你们的双手，哇，2800的观众在哪里？好多人来看我们了，一家，今天你过得开心吗？十分的开心，但是也是有一点点的小不舍啊，毕竟这是我们最后一场一起生的演唱会了。确实确实啊，我会在这里好好的祝福各位毕业生们有一个吹唱光辉的未来。是的，同时呢也祝福 TP 的成员未来一定会更加一步的向上，大红大紫。那听到这边，大家一定很期待今天的演唱会了吧？没错，让我们欢迎接下来的演出吧，请看。噔噔噔！啊，只因为喜欢你。Are you ready? Over to Are you ready?对，两天内容是一样的，大家。对，这个部分是一样的。如果没有看到这一幕，也不用退票啊。没错，大家不要退票。也不用退票。Are you ready? 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需要奇迹才会看到的东西。我猜大概是不会看到的啊。欢迎大家兑奖，如果022，大家帮我们可以兑一下022有没有中奖啊？全联福利中心买的发票。退钱。退钱，没有看到王毅加个刘晓庆上升，
我就退钱，退钱，退钱。啊，这一幕呢，这一幕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去协调过啊。是的。就没有经过这个公司的同意、啊。毕竟，我想考研娱乐的那个意见也是十分重要的，对，不能一昧的相信成员。我们还是这个守规矩的好成员呢、啊。没错，没错。但是呢，我觉得一起生演唱会的 MC 也是同样的值得我们期待。对啊。搞不好不是我们俩，也会有其他成员。没错没错，就是做这个相声的部分，会吗？会的，我跟你们说，可以期待，可以期待，真的可以期待，可以期待，但不一定能够实现。可以期待啊，是真的可以期待的，各位朋友们，家人们，家人们，家人们可以期待一下，家人们多期待一下啊！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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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您就别挨骂了，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啊，小阿光跟阿 k i 的掌声鼓励，我们上台一鞠躬，我们真的哭死啊，哭死了，无语，期待期待，去宣传有相声了，哎，搞不好真的会有相声，家人们，谢谢李猴子跟科技的掌声鼓励，还有博元的掌声鼓励，跟 Pat 的掌声鼓励，跟老沙掌声鼓励。谢谢大家，要穿大褂。哎呀，我们呢就会穿着，穿着什么？穿着什么？我们就会穿着柠檬的年纪的衣服，会穿着柠檬的年纪。柠檬的年纪什么？七月有公演。我会穿那个强风 all back， 就是柠檬的衣服。四千加公园加七千加握手会，感觉去了真会饿死，真的会饿死，家人们。但是呢，您的心灵会感觉到非常的富足啊，心灵富足，心灵富足。穿橘色的 polo 衫，哎呀，我有那个 Uncle Roger 的衣服啊，我有那个 T 恤，哎、我还有两件呢、啊，一人一件呢、啊。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噔噔噔。嘟嘟嘟嘟嘟嘟，很好玩哎、欸！真的该来讲相声了吧？相声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就是在闹。我是脱口秀。talk show， talk show， talk show。饿死只有这次，不来会后悔。搞什么呀？哎呀，真的是。无语了，要无语，真的是让我整无语了，家人们，到底要讲几次？这么你吧，对，吐槽自己啊，哎呀，自我吐槽真是不错，真不错，真是太不错了，我们即将要关播啦，家人们，大家如果还想听相声的话，请期待一起生演唱会不一定会出现的相声，嗯。啊，不行，要十七分钟。您是说十七分钟就到十二点了吗？十二点的话，我就祝大家生日快乐，祝6月28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小山美玲，生日快乐！小山美玲是不是也在开跨夜直播呢？小山美玲，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Happy birthday to you. ミレイさん。Happy birthday to you. 不吹一下吗？请请，我是觉得这个特别好。水水，各位水水们。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再讲十七分钟的相声吧，相声。相声如果没有排练讲十七分钟很难，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讲很顺了，我们没有办法更顺了。下次吧，再不如果再继续讲的话，一起生演唱会我们就没一个了，大家，您说是吧？搞得好像真的会有一样。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真的要关播了，家人们，下次的直播呢，就是大家再看看啦。再见了，大家，拜拜。我们公演见了。啊，好好。七月公演见。七月公演，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我先养精蓄锐吧。是的，我也觉得我是需要养精蓄锐了，家人们。Happy birthday to you！ 大家，再会了。哎，我要念排名啊，家人们，我差点忘记念榜。家人们，在念榜的途中，我们来播个音乐吧。让我们来播什么歌呢？哎，高诺劝速。第一名是小阿刚口开队走，谢谢小阿刚口开队走。第二名是 CKNK 口开队走，谢谢 CKNK 口开队走。第三名是老沙口开队走，谢谢老沙口开队走。第四名是娃哈哈口开队走，谢谢娃哈哈口开队走。第五名是 Miso 口开队走，谢谢 Miso 口开队走。第六名是普拉斯口开队走，谢谢普拉斯口开队走。第七名是 Gate 口开队走，谢谢 Gate 口开队走。第八名是哈塞桑口开队走，谢谢哈塞桑口开队走。第九名是谢尚华口开队走，谢谢尚华口开队走。第十名是 YC 口开队走，谢谢 YC 口开队走。第十一名是 River 口开队走，谢谢 River 口开队走。第十名是 River 口开队走，谢谢 River 口开队走。第十三名是 Pat 口开队走，谢谢 Pat 口开队走。第十四名是科技口开队走，谢谢科技口开队走。第十五名是朱莲口开队走，谢谢朱莲口开队走。大家再会啦，拜拜啦。他就是翻白东东东，我就翻白十一就翻拜拜，帕特就翻拜拜，米手鸡肉饭拜拜，浩逸就翻拜拜，老沙就翻拜拜，小刚就翻拜拜，秋红就翻拜拜 ，River 就翻拜拜，熊熊就翻拜拜，主人就翻拜拜，阿克亚就翻拜拜 ，YC 就翻拜拜，我就翻拜拜，徐坤 MK 就翻拜拜，博元就翻拜拜，东东东我就翻拜拜，汉就翻拜拜，小刚面前就翻拜拜，奔口就翻拜拜，马超幺二五就翻拜拜，科技就翻拜拜，九蛋就翻拜拜，全民毛巾哥就翻拜拜，洛克就翻拜拜。杂志就放拜拜，体育就放拜拜，古文就放拜拜，学车加油，小艺就放拜拜，毛巾哥就放拜拜，上华就放拜拜，上华是上亿啊 ，Jacky 就放拜拜，咩夫就放拜拜，查查就放拜拜，常客就放拜拜，徐玉泉就放拜拜 ，Eric 一样就放拜拜，令塔就放拜拜，哥哥就放拜拜，大家拜拜啦。